是不是？我有去考啊，而且他那个考试过程超好笑的，怎么因为说？他就是有两关，一个是自由创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给你个题目，比如说你会抽，就去那个抽那个，有点像是故事吧，故事情节，类似台词的那一种。然后我抽到那个台词就是说什么，今天天气很好，然后我要出门，就走到公车站，发现我钱包忘记带之类这种 白话的东西。然后，可是你不能只是把它就是这样念讲出出来，来你这还样要子，就搭配你的声音表情啊，就是要去演这个。然后就是一个一个人会进去，然后你就拿着那张纸，然后就要开始说，我今天抽到的题目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老师就说好，请念。然后你就要说，我今天起床时候发现，哇，太阳真好。你可以，你可以演一次嘛？来来来，现场演一下，来来来，斗走。Stado，来来来，快快快！因为你就随便掰，就是说你今天好，就是我们设一个情景嘛，就是说你今天出门，然后忘了带钱包，对，然后反正就是好，说我今天没就有，是我说你现在演，现在演，现在演，没有，他就是有台词你让现你在自己演啊，快点啊，我要看，我要听，没有让大家知道说你当初是怎么演的，这样才有临场感啊，没有人这样好像子一点点的啊。我想一下，我好像是说，就是说什么，没有，他就是念台词，就是要用那个口语去念呐、啊。快点！他就说，想听吗？刚刚说想听吗？来来来来来，我今天起床，然后不是不是，你要照那个去演啊！不是，他是这样念台词，就你要有那个你的讲话方式要有那种就是我抑知道扬演舞顿台剧的感觉嘛。你像你如果我说你现在就自己掰一段来示范一次啊！然后我又不知道我要拜什么，起床了，难不怪你，知难道怪你没拜有上，难怪你没有上，好吧？没有，那是我数科还合格哎，啊，是哦，来，你再示范一次，让大家知道你合格啊。反正他就是说什么，我今天太阳真好，然后我要出门去，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走到公车站的时候，发现钱包忘记带出门了，你不能这样笑场，哪有人这样笑场的？没有，我说你现在演，你不能笑场。你那哪有你演的时候哪有笑场？你应该是没有笑场，对不对？反正就很好笑不行嘛。不行不行，没有反正就很好笑这件那你事，给没我有一个反台词正，啊！只有现在那你给我台 right 词 here啊！right now。给我台词啊！好，就是说，你看，就是你自己掰一个情境啊。你今天出门就说，哎，今天天气好好，我要上班了啊。然后说，哎，快快迟到，赶快出门吧。然后最后自己演那声，砰砰，然后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到公车上说。啊！我的钱包怎么办？然后工程师就拜托让我上车。然后工程师说好，然后就说好，谢谢我觉你这得你样超子，适合就这样，去就这样，剧就这样。本好，演你舞就台开剧始 action，自己想了好多剧本，开始开始开我觉得始。他很适合去戏剧科诶，我那是去戏剧科啊，我去戏剧科马上就被踢出来了。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快快快快，期待了哈，大家都观众都期待了啦。外面你都都。来一个 action。Action，你要是说五四今天是几好，月几号，然后五什么的，四三二一，Action，好敷衍的那个编剧哦，快点啦！而且那不是编剧的问题吧？闹钟响了，然后呢？好像然后按掉。你不能讲，然后按掉，你要自己做那声音啊！你没有说，然后按掉，你要跟别人说。然后按掉，开门哦，我把口袋拿东西拿出来，钱包打开，然后，怎么有钱？这样不很奇好怪吗？啦，起床，快点啦！你这一笑场哎，你这怎么当？太你这好怎么笑了！当演员啊？等下我开个门啦，好，上墙上去。可能说很像，便秘吗？我也觉得，这是在便秘吧。已经7:15要迟到了，然后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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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关系，你继续啊。然后奔跑到公车站。嘿，然后呢？公车来了，我公车司机，哪有人自己笑？
笑了一笑，自己笑了，难怪呢。所以你最后你是为什么没有上戏剧科？因为我学科不及格，我觉得学科不及格是不是？对，是我数科还有过哎、欸。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演的可以，但是太笨这样。而且他第二关他自由创作，就是说你要进去表演你的才艺啊，就清一色大部分80%都是唱歌。啊，你表演什么？唱歌。我以为你会表演比较特别的嘞，80%都唱歌，那你有什么资格讲别人啊？你就是那80%好吗？你有什么资格讲别人说？我跟你讲，大家都唱歌。真是哦。所以说我唱歌还忘词哎。我还跟老师说对不起，我忘词，然后还这样还过了，这样数科还过，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我觉得他们只想收学费吧。我也是不觉得。景气不好，最近有点吃的有点紧哦啊！大家就尽量骗学生进来。对啊。只是没想到你数科就不过，他也没办法。数科不过也没办法，这真的是太笨了。是数科有过学科？哦，数科有过学科，数科有过学科没过了。对，不错啦，你知道我现在当实况组也是一圆明星梦了嘛，对不对？是不是？是这样吗？是不是？对啊，你这样也是一个明星啊，对不对 ？Superstar， 好不好？很好笑，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考那个戏剧科的过程，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经验。而且重点是我那天早上6点多就去搭公车，快累死了。然后重点是搭公车的时候还遇到那个怪北北，就是漏鸟。难怪你那天考特别好。特别有临场感了吗？不是这样子吧？是这样子啊，没有啦，我觉得啊啦，没关系啦，这就是证明了到底为什么会有 summer end 的一个，还是比较适合去复兴上工啦，复兴上工哦、喔，其实也还好啦，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对不对？一个经验啊，人生经历嘛，难免都要经历过这种蠢事情，才会长大啊。是吗？对啊，不要像老皮那么蠢，就是永远都是要什么要男人就先露鸟嘛，没有不是啦，就是、就这样挑战自己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露鸟侠是你，哎、欸，赶快啦，我们赶快弄一弄啊。有人说他们学校最近月考生物考卷上面写的小 M 猴是复制猴，小 M 猴？哈？什么小 M 猴是复制猴？我不知道。有人说老皮，我跟你演一段好了啦，你要跟我演，不要啦，我会害羞啊，我真的不适合演戏。我不适合演戏。你有没有看到罂粟花吗？有吗？有看到吗？什么罂粟花？对对，红色的花，红色的花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玫瑰也可以，有吗？玫瑰好像箱子里有吧？哎、欸，真的吗？如果没记错的话。哎、欸，我们塔越盖越高嘞，怎么办？怎么办？就盖啊，把它盖完啊，不然怎么办？可是要想办法盖个楼梯让它上去啊，是不是？对啊，楼梯要怎么盖？你要盖外面还是要盖里面？盖里面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盖在盖电梯，用红石盖。盖天梯什么意思？电梯用红石盖电梯哦、喔，电梯不是很麻烦吗？开玩笑的啦，你以为我这叫盖啊？那你盖啊，很短吗？所以你就盖啊。不要不盖，那把它盖盖，把它盖完了。要盖楼梯接上去，还是盖梯子接上去？还是什么都不要盖，就不要接上。我在想说，要不要用那个比较 special 的方式？可是这样子感觉有点异样。我先把外面拆掉好了，我先把那个膜拆掉啊。哪个膜？外面可以拆了吧？哎呦，你干嘛？这为什么想不开？掉下来。我这是外面的膜可以拆啦，应该可以啊，把它拆掉。拆掉先看效果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要种的树啊？我已经把那个收割机跟播种机都拿出来了。没有吧？要啊，要种啊，之后再种啊。怎么没有种？你没有种，你要吃什么？你以为你不用吃东西就可以活、啊？我说的是那个啦，树木啦。哦，树木是不是种啊，一样种啊。你没有发现我刚刚是疑问句吗？嗯？谁偷打我？没有啊，谁？你骗我，没有花啊，没有花。啊，好好翘，好好翘，有人还找不到人。那应该是我记错了。记错什么东西？你说记错？你在跟黑咖啡讲话了。啊！Kick my ass！ 哎、欸，你在这打我屁股干嘛？你不叫我 kick？ 我你这很机车哎、欸！好了，我记住你了。我在外面要不要加那个东西啊？我加了觉得好奇怪、啊，是不是还缺什么？你干嘛就掉下来啊？
我要跳到树上啊。哦，你看一下，你看这样子 OK 吗？哪里？是不是要再加一个那个外面有外加一圈？拿那个楼梯啊，拿楼梯加一圈这样子。哦，你知道吗？把楼梯坐在外面。对对对，把楼梯坐外面这样子，啊、就变成说一个倒角，你知道？嗯。倒角。倒角啦，不是倒角，倒角，倒角，倒角。我们机车跑了一只猪下去、欸，哎，哪里？好啦，我们先过去看一下。机车跑了一只猪。一楼天花板是最矮的、喔，没有，其实这个是最高的吧？因为走进来之后嘛，这边都是之后我会盖一个那个，就是把旁边围起来，然后把它盖一个十字架。然后这边的话是用花窗啦，那这边所以说这边会有两个十字架跟一个花窗，所以这边还没把它堵起来，所以这边我现在来堵起来好了。我示范是给你们看，我要盖什么东西。我想要弄一个彩色玻璃，有没有？彩色玻璃来做一个特殊的效果啊！做那个现在教堂不是都有那种彩绘玻璃窗？我身上有粉红色的染料。我要弄啊！我要弄。哎呦喂喂喂喂喂喂喂！打了你也不行。我没有不行，我没有，我什么都说不行啊！我没有讲不行啊！来来来，这样子吧。十字架的话，那可能就是中间不能够太长，到所以到上面就要把它补起来。你不要，你这边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像十字架 OK 吗？在老皮台不能打字，因为你们有去信箱认证吗？因为老皮台有信箱认证。你说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帮忙看一下。哪里有十字架？你在哪里？你刚在哪里？这里啊，这里啊，对吧？然后上面的话就把它堵起来，变成一个也是做一个不同的效果。我在那边一个十字架在中间，大概是这样子吧。这就是我的一个建筑风格，这是 my style。This is my style。可是入口要放哪里啊？入口要放侧门吗？侧门是有一个十字的那个。那不是正门吗？你现在楼梯的那一块不是正门吗？哪一块？你说这一块还是这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有长楼梯的那一块。这块吗？这个块不是正门吗？可以啊，可以把它放正门啊。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啊，这个好啦，就用这个十字的当正门好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花窗的那个效果。嗯，我跟老皮很配哦、喔，因为有菊花吗？不是这样的吧？上面这两个把它盖上去。好啦，我稍微把它强化一下。这谁盖的、啊？莫名其妙。自己第一次看到有人盖灵骨塔，盖这么认真。什么灵骨塔？是英雄塔好不好？哎、欸，都证明了，然后你还在那灵骨塔。英雄塔好吗？哦，请证明英雄塔是英雄塔。对啊，欸、不要洗屏啊！好、哦，我不要洗屏。哎呦，啊，是兔嫂跟老怪。嗨，下完的我不会洗屏的，你要相信我。现在出现了，你什么时候要玩啊？你破关了吗？我们现在找你啊。对啊，你破关了吗？还没啦。才一个小时怎么破？你不是都两？你不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还没破关呢。一个小时多，留一半。所以你们 IP 是？我贴在上面啊，看到吗？那我贴，我贴、啊。你有贴、哦？好、啊嗯哼，看一下。版本有换啊，老板。你换2.1.12。2.12。可以啊，现在讲话观众都听得到。有人说顶楼要弄吗？顶楼的话可能不会先盖，因为之后如果说顶楼要加盖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再往上继续盖。哦 ，GTA 5，我没有 PS3 呢、欸，我不能玩 GTA。我可以借你啊。你脸怎么那么好？要不要？好啊，来啊。借一周100。哇、哦，好贵哦。一周100、欸。一周100嫌贵。一周100块、哦，那算了算了算了，一周100块，算了。坏东西，你上线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屋子变得很漂亮。你屋子被你们这些人做了什么好事？因为我们完全没动。哦、好吧，这样好怪怪的，我就把它抢掉了。完全没动，完全没动，这种话都讲了什么？不愧是小人。我又再一次认清你。我觉得边边是不是我们可以用那个怎么讲石英砖来盖，就是盖个石英柱，有没有？我把这个柱子换成石英柱，这个柱子换成石英柱，然后旁边围一圈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因为像如果说全部盖起来的话，都同一个颜色，其实会
会没有建成啊。我想说这边就是那个石英柱，那上面的话，我们是用石英柱来围那个